们是一群在说故事的教育团队，我们主要说的故事是食物，可是食物它的生产端叫是有农田、有生态环境，它的餐桌端是一个品味、品味跟文化、餐饮文化 的部分，所以我们的设计、我们的活动，所有都扣着这一条轴线在进行设计。人是生活在这个土地上，尤其是农业，你在种田，你在这边生活，你就会有自己的文化，文化就会跟环境会有息息相关。客家这边的文化跟阿美族原住民的文化就不一样，但同样用的是台湾这块土地。我们其实有提出一个假设，就是说其实风味这件事情，味道来自于土地这些生物多样性的，不管是土壤啊或者是生物的互相作用，让植物果实有丰富的味道。这个计划一做下去，慢慢的我们还会跟农民互动啊，了解他们的做法，为什么会有这个，我们想要知道为什么它的果园是这个环境这样的生物多样性，所以我们了解果农的果农的种法，他们管理方式以及他们的态度跟心态，越挖 越有趣，越来越多东西可以玩。我们的调查六个果里面，我们一般都想说果园是不是有喷药生态就会不好，其实没有。我每次分享都喜欢打破大家这个观念，不是什么有机惯性这件事情，也不是什么农法，完全是看你的管理方式。我实际在跑的田野调查，有很多农民，他即使是惯性有喷药跟化学肥料的，但是呢他的田里面生态非常的好，因为他很精准的使用，甚至减药减肥，然后他很富裕朝向，把土壤顾得很好，周边环境都照顾得很好，所以他田里面的生物非常的多，就发现很多稀有昆虫。水果风味计划从2018年以来，已经在新竹北埔乡的南埔社区六个果园进行整年度科学性的生态调查。有人以为这是一个教大家抓虫的生态体验活动，其实没那么简单。到底水果风味计划是怎么进行的呢？水果风味计划的架构基本上我们把它以科学数据跟共同参与这两大类，把它分成两大类在操作。科学数据呢，就是我们会用科学的方法呈现风土的样貌，比如说最主要的生态调查，我们六个橘子园，我们每个橘子园都去做那个采样，都去放样本，然后采样，这样采样就是抓昆虫样本，然后回来去了解它们生态环境怎么样。所以六个果园，六个农民有不同的管理方式，就影响六种生态。同样一种水果叫桶柑，只用一个品种，因为太多品种那个变异太大，我们就是以桶柑为主。六个农民就有六种方式。再来，我们每一间果园的橘子，我们会拿去做化学分析，把它橘子里面的果汁跟果皮拿去做化学分析，然后知道说有什么成分，你吃起来的风味是什么。再来就是实际的风味给评，那我们就会把这些资料转化成大家共同参与的模式。共同参与你也可以是餐点，我们可以设计成一些餐点让消费者拿来吃，然后发现透过饮食参与吃东西的时候，你会知道原来这个食物餐点是从土地那边来的，或者是说你可以有一些小课程小流程等等，我们来做小旅行来这边认识环境，我们做田调这些环境。在课程可以是讲座啦，或是像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公民科学家比较深度的课程，都算是这一环。我希望把这个我们在讨论这种不管是技术啦，或者是概念啦，或者是精神等等，散播到更多人，给更多人去了解知道。可是跑产地不是说我去那边体验采果就跑产地，真的跑产地是你要一直去，你要一直去，你要一直去，一直去，然后你每一年四季可能要去个好几趟，那个叫真正的跑产地。那你久了之后，你就可以跟农民有一些建立起信心。这边有一只东西，里面躲的那一只叫绝收。那它有时候它如果没有小昆虫，它也会吃一些腐烂的东西啊，或水果等等。那它一个最有趣的行为是，它很有母爱，它呢会在交配完生完蛋的之后，妈妈就会留下来照顾蛋，把它照顾到就是一每次都帮它清洁，把蛋弄得干净这样，然后它孵出来的时候，它会去外面抓东西给宝宝吃，就是
育幼的行为。那育幼行为其实在昆虫世界里面算很相当少数的，啊，基本上都是比较高等的生物才会有。啊，那像绝收的育幼行为，啊，就是很常在果园里面发现。躲到哪里去了？看不到。有啊有啊。哦，在上面，它在边缘。哦，哇，到了，到这里。这是第一次抓昆虫吗？有之前抓过，但是都是比较大只，所以这边的好像都很小只。天牛哦，新天牛是这样哦，新天牛它跟一般有些天牛不太一样，一般天牛是大部分有时候蛮会趋光性，就是你有灯光的时候它会飞过来，像三天牛就会有趋光性，就是你晚上如果外面有个灯，它就会跑过来。那新天牛几乎不会，就很少，它会偶尔，但是很少。那新天牛呢？它白天哦，大概一大早呢，会从树头或者是其他地方往上爬，到高处去找伴侣。找到伴侣的时候，交配完，母的呢就会往下跑到树头的地方开始准备产卵，就是头先在下面咬一个洞，然后肚子在那边产卵，对，然后就会再把那东西处理抹一下洞，抹一下这样。那有时候因为咬了那个洞呢，因为树自己会受伤之后，它有分泌树脂把自己包起来。那健康的会包起来，没那么健康或年纪大一点的树呢，它可能就会被细菌感染或真菌感染，所以树就容易生病。那包括幼虫在里面长，在里面啃的时候，也会把一些菌带进去。所以它不止危害的状况，不只是天牛咬进去的状况，而是还有微生物一起作用这样。那基本上天牛的羽化时间大概都是在，就我们大概这边这一带的知道的状况是三月底，有时候不一定会有啊，但是有发现说三月底就会出现，但通常在清明节前后，啊，清明节前后会开始比较多，然后到端午节的时候它是个高峰。你看那个鸡会生的哈，这只不会生，你有摸它，它会这样蹲下，它蹲下来，它没有人摸它。哦，为什么？就表示它生。什么意思？为什么这样表示他要生啊？他要生，他以为我是公鸡啊。哦。我觉得这一定有的，因为对我们来讲，这一块生物的这一块哈，不管是动物或植物，其实我们是不是那么的了解？因为我们本身并不是这一个行业领域的人，那我们只是喜欢住在乡下。那透过他们，其实我们就认识了蛮多的动植物，包含哦，有些东西是小到我们看不到。可是这些小到我们看不到的动物呢，事实上它是在帮助我们的这一块植物园把它活化，它也在帮助我们人类，可是我们人类不认识它，那透过他们的这个管道，其实我们就认识更多的动植物这样子，对啊。我没有扫很多，我这样稍微扫一下就很多虫，有蜘蛛啊、寄生蜂啊、苍蝇啊、蚂蚁啊，好，哦，等等这些，你看它冲来冲去的这个，看一下，蜘蛛在这里，意大利蜂，哎，是西方蜂。啊，这是藻，这是那个花藻，这一只蜘蛛前面那一只是甲虫，然后这一只是寄生蜂，哦，是寄蜂一种，对。其实随便捞一捞，草里面你看起来好像没有虫，对不对？你随便捞一捞，虫非常的多。所以说，就是我们在做田野调查的时候，很重要，就是要既有一些科学的方法，哦，来做这种记录。那如果带你们做公民科学家的话，就是在草堆里面用手机去记录这些虫。其实你可以从你日常的食物，你吃的食物的这个，你去试着去了解它，追溯它的环境产地，去了解产地的状况，它农民耕作的状况，我觉得那个是一个比较好的连结。或甚至说你有多一点机会去农村走走，认识农民，或是去逛一些农夫市集去认识农民，然后有机会去产地了解一下环境，那我觉得是消费者一般可以做得到的事情的。我觉得基本上这样，从食物多了解，然后去看一些相关的书籍，我觉得就很够了。